请现场开吃，我们就要自己一碗。一根，好吃，好吃，来，他们一个人吃哦。大家羡慕吗？哎呀，工作不错，还有吃。 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好，那接下来吃完了吗？对，耶！大家吃完不容易啊，尝尝味道 OK。好，接下来落后的两位同学，要吃的是这一碗面，看上去呢是金色的面，但这个面叫。 上海话叫什么？叫青瓷矿的，它不像调料的，没有味道的，还是要吃。两位一定要吃两口，这是更不需要你们了，多吃点。你们谁哦？听说你们俩胃不好。来来来，我们帮忙的，说没有任何的味道。 赏他们两个糖醋排条，好，来，等大家都吃上了，好，谢谢，감사합니다。